在冲绳百年古宅享受阿古珠十元和牛火锅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体验？黑叔来到期待已久的日本冲绳。冲绳北部名户深山中百年古家，百年古家大家，环境古色古香，瀑布流水造景，氛围感超棒。我们点的是阿古珠火锅套餐，加点十元和牛。冲绳特色海葡萄，吃起来脆响脆响。阿古珠是生长在冲绳特有品种黑珠，口感爽脆细嫩，沾上芝麻酱别有风味。第一口粉丝先吃。石垣岛出产的黑毛和牛，油花分布细腻诱人，口感绵柔入口即化。Nice。冰亚推荐的阿古珠水饺，水饺内馅意外的香甜好吃。点赞追踪分享，我是黑叔。